3、2、1，开始。我这么兴奋是因为今天所有人来，不是参加婚礼的，就是穿婚纱的，而我是小姐小妹。完了以后，他跟我说不要着急，因为最后你就成了老板娘。七夕节快乐！短腿，短腿，长腿。我腿都快到，我腿都快到。比例很好，我们上家好吗？哼。真漂亮。是吗？对，拍就对了。是吗？对，拍就对了。别拍他了，长得真太难看了。等一会儿，换一个。这是我凹的什么造型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谢谢老师。